为了提升我们的筛检量能，在新北联合医院板桥院区，我们要设立社区的筛检站，这里面我们也会有快筛，来降低社区群聚感染的风险，防堵疫情的扩散。在这个部分，我们都会全力以赴，因为我们也自己盘点，在这一段时间，我们5月10号到5月15日这6天的时间，我们新北市有16家的医院在筛检风险高以及一般智慧来筛检的，我们总共筛检了3291件，总共筛出来阳性的有121人确诊，所以确诊率是 3.67。 新北市在一整天在验出有97例，所以整个确诊的数目不断的在上升，尤其我们板桥区今天就有32例的确诊个案。我们必须把一些可收治无症状及轻症病患本来原有的占有的在医院的病床数，我们要开始用集中检疫所的方式来应应，调整病床，减少医院的压力。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找了一间集中检疫所来作为我们应应的这个所有的轻症跟收治无症状的确诊病患，我们总共有180间的房间，到时候我们会指派医疗团队进入来照顾这些收治无症状跟轻症的病患。至于因为居家隔离数目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同时也增加了防疫旅馆403间的房间，来收治居家隔离的朋友们。新北市已经开会做一个决定，我们采取弹性上下班，我们从早上7点到10点可以弹性上班，下班的时间可以从下午4点到晚上7点下班，至于有部分可以在家里在家上班，随时用远距视讯的方式来保持整个工作的协调跟沟通。所以我们把弹性上班早上7点到10点，下午下班4点到7点，以及部分在家上班。我们高三国九因为课程已结束，为了维护学生的健康，新北市自5月17日星期1开始，高三跟国九的学生在家不到校，改采线上学习方式。我们跟台北市会共同宣布，所以这个是我们两边的教育局的局长以及两市的市长，大家共同做了这样一个决定。双北都已经取消公祭，尤其新北市不但取消公祭，我特别要做人流管控，如果没有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以及在所有的容留人士的管控，没有按照你的标准的话，我们该处罚我们就会处罚。企业的部分一定要采梅花座落实10年制。